我的队友好棒啊！太神了吧！太神了！真的笑死！你说我跟团团一个空拳，一个拿铲子的。哎呦喂呀、啊！真的笑死！好、啊，那你去，那那个繁星，你小心一点，一我先去小雨那边。没事，没事。好。哎哎哎！我要来挖泥球。好，我拿一下这个。没有，没有拿泥土，我是空拳。我赤手空拳一下。真是快笑死！嗯哼，好会。好啊，他们已经要抢中间了呢。哦，对，那个中间有拿到，真的差很多。对呀、啊。会。哦、我叠这边的，你先叠吗？还是我叠这里的？好。啊！我又叠歪了，今天好容易叠歪。没事没事。嘿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我想一下哦。好抖，好紧张。嘿，我来，我跑酷回来了。好，那边我去了，那边我过去了，拿过中间的拿了，在中间没有拿过，在中间的没有。哦，嗯，看一下哦，有没有一些？哦，可以做铁桩了呢。我来种树好了。哦，通通拿走，通通拿走，他拿着。我想要个斧头，我来做个斧头好了。你要石头吗？嗯，还有木条。你骂我吗？来来来。没有啦，我说病啦，我没有那么凶。你好，箱子里，箱子里。我人很好。我东西有拿回来了，我先拆一下。我要木头。有附魔台直接放地上吗？好，will。好哇。I will。那我来做工好了。呵。帮你们盯着其他人。好。监视蜜蜂有，那个木头嘞，来，木头，耶，哎呀，你们要不要一个人一个盾牌啊？等你有，好啊，可以，好，我帮你们做啊，金晶石在我这里，金晶石啊，你干什么？箱子满了。箱子满，我去外面敲个箱子。好，这个给你啊啊。啊，小雨，我你带个爆炸虫在身上，好，箱子就空一个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有两张。嘟嘟啊呵，可以，看一下啊、哦，现有四根，好，可以看要不要酿药水。可是我不会酿药水，可是没疙瘩、啊，对，不会。可是刚像。有，前面那个岛是疙瘩块。嗯，其实要酿是可以的。要什么药水、啊？那个小雨这里，嗨，这里，下面。呵，我来了，拿到了。你要什么药水？当时那个哈基酿那个强力药水。力量吗？力量、嗯，力量就是那个啊，只要龙岩那个粉就好了。哦，是哦，对，这么简单啊、哦，烈焰粉而已。练。我穿个装啊，剩下七个铁钉，看你们谁要。他进来、哦，他来了。弄个武器。好。喂，他在上面啊，头、嗯、上还在上面。你要吊他吗？我刚想吊不到、对啊。等一下，线只有一个，还没有蜘蛛网你们吗？因为我做工了。没了。嗯，可惜耶、欸。那他们要准备那个了呢，怎么办？我们该往上叠了吗？感觉要叠高一点哦，不然他那个很麻烦。他叠过来了，他在我们头上了。有看到？等一下，我的箭矢没拿八七，我想说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弓怎么射不出去？啊，没射到，我没射到，我这白痴啊！我今天白痴。啊！我又甩下来了。他说要下来放床啊，应该是。好、哦，他掉电梯，防哦。
啊！哎、欸，防不住哦、喔！你没有防到吗？我有防啊！我听到还是角度关系。那个 TNT 我记得好像不太行。真的吗？如果是苦力怕，哦有肌理岩浆，我有。怎样？我捞哎、欸，没有，差点被岩浆坑了。啊岩浆！啊你们都有防到哦、喔。我没有，我刚刚是躲比较远，我刚躲比较远，我刚刚躲比较远，所以才没事。刚也跑比较远。喂，他刚刚笑很开心哎、欸，小伟，我们要不要过去找他们玩啊？好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樊青？不可以，对嘛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对？太过分了，樊青，太过分了，真的。你还有青青石吗？有这里。好，他就要来喽。那我做一件裤子。要来啊，那个珍珠叶拿一个。好。他又要干嘛啦？那我做钻戒。好。他要来咯，好，在上面了吗？嗯，他在桥上、他还没过来，还在桥上。哦，他在看。爆炸床是放了之后按右键，是不是？按右键。嗯，好。啊，金苹果，小雨拿一下吧。好。嗯，他帮你被打下去了，这个坏。没有没有，你就一半一半吧，因为我身上也蛮多的。哦，好好好，你有拿。Toby 是哦，绿队。啊，岩浆桶你也拿一个吧。好。好，银锭裤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垫脚石。啊，我们水要拿一下。嗯，水，不然你拿好了。好，那我收起来。好。哎、欸，他就要来了。啊，对。你又来。这个。他就要走了。啊，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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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都听到他讲话了。撤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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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了。哎呦，很多场外因素哦，太多场外了。没事，他们现在只有木盾而已，他们只有木盾而已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注意到我。我帮你盯着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是那个繁星看一下。他们还没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要接到他们的路了，小雨，我们可以过去了。好，他就完全没看到，他就完全没看到。他们完全背对，完全背对。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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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全没看到，完全没看到，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。好，嗯，他看到了，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，好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干嘛干嘛 ？OK， 下去一个了 ，OK， 好，死了一个了，好，哈基来，哈基，嗯，哈基，哈基，哎，他自己跳下去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游上来，哈基在游，哈基在游，哈基在游，他把他水堵掉，他游那边，让影月把他水堵掉就好了，没事没事，好好好。音乐在堵他，谁啊？哎，音乐完全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我们两个赢了！有人放那个，放爆炸，爆炸床，爆炸床，他把音乐弄死，然后游戏结束了，剩我们两个。对，为什么？哦，意想不到，意想不到呢，上去吧。发生什么事？去哪里？我没有，他们上来。等哈基来解释这一切。哎，他从后面放床吧，我猜。他在对方后面放床。等他们上来。因为我在守团团那边啦。哎，你是不是被团团射了之后就帮他炸别人了？对啊，你是跟团团。原来这是暗号吗？他本来知道我是同队的。我就想说，团团为什么要在那边射哈基？他会回血，然后没想到提醒哈基，该动作喽，间谍，该动作了，这个速度之快，我真的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砰，汇款的声音，对，每次一瞬间，哦，我还想要叫哈基赶快回去，会去中间把他堵起来，危险，没想到直接拿床出来，直接爆炸。我刚刚本来是要先把水先过去，把繁星给炸了。对，那团团那队就多了一个男的，哦，原来是干，难怪很烦心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哦，干我屁事！我这一队完全没人想做鹅卵石制造机啊！你坐，你坐，我不会，不会，我不会，你坐，你坐，好啦，我来啊！我开场三秒就结束游戏了。对啊，我开场三秒就结束。我是被拍到吗？然后就看到我身体整个都是 Bobo， 那我想说我往旁边一点，给他位置，然后我一往旁边掉下去了。超惨！我直接傻眼，我想这什么东西？然后我们以为是后来，
后来我死了嘛，我应该天眼冰，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教 Bobo 怎么用那个啊鹅卵机，然后我就很贴近的看他，然后忽然间看到，哎、欸，怎么多了一个人团团？人好坏哦，没有。那我们去原因是因为酱油拿那个箱子，然后说不行，我要走。你拿了我们的箱子，最后你们还是没拿。但因为他们想说可能有天眼冰在，可是不晓得我完全在看 Bobo 教他。而且这种是那个资源还是在我身上。来着，带下去了，带走了。杰克，你怎么突然跳楼啊？没有，你知道那个水，然后就哎，滑了一下，然后就滚出去了。哦，不过哈基最后有帅，哈基有其实刚刚哈基往下跳的时候，我就准备去堵水，可是看到团团他们过来，就看注意团团那边没有去。没有，我们打算让你。把哈基的水堵掉，弄掉之后我们两个再来玩。我在靠近，你们在靠近，反正就是 teamwork， 先把一个男的用掉。你们靠近的时候就先注意你们那边了啊，就不会先看，就不会先看下面了、啊。因为哈基往下跳，我就知道他要去跳水。这样的，对，太刺激了。完蛋了，巧克力之后有人问挂了，波波到底跟巧克力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怎么啦，我们只是不好了啊。哇！会有两个卦，第一个是为什么 Bobo 要把巧克力挤下去？究竟是爱的纠缠还是？然后还有就是团究竟打什么 pass 给哈基，让哈基都能炸死对面。那个不要下标题，户头给你啊，我的账号户头给你啊。啊？什么？说什么？哎，配配也可以啦，配配有。去滚一下传单就哎，没有。知道的太多了，接下来会更刺激哦。绝杀模式，是那个凋零吗？对，中间会有凋零怪出现。哦，这不用担心，它只会卡在最中间，它不会飞来飞去。对，它只会卡在中间。而且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凋零怪死了会掉附魔金苹果。哦，对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击杀它，去取得。哇，好像哦，那我们可能要先怎么靠钻石？十分钟才出现，嗯，就是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凋零怪也会诞生。OK， 它的高度是在箱子的高度吗？对，就在木箱那里。对，哦，对啊，我们因为限高限地嘛，会多十几二十格高，所以应该也许可以躲过凋零怪吧。最后凋零怪是最后胜利者。对啊，哎呦，回来了，酱油走，炸我！哎呦，你们两个人的酱油走，你们要跳了吗？不要吧！我哪一队？先打红队，先打红队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场是仇哎！我不快，我快要黑曜石把毒气。杰克，你要活下去哦！我会的，你要好好，但不要带太多物资走，拜托。我只带床，好不好？走吧，哎，我们要下去吗？哦，可以。我们在干嘛？要下去？我们不用动，我们不用动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的秘密计划，首先，先做把铲子给我，然后我挖土，我去沙漠岛拿完东西以后，我再回来拿土，然后我去中间把物资拿下去，我们就可以跳了。好，啊，你们没有杀人的意思吗？为什么只有跳这个动作呢？有没有其他的杀人动作啊？那不然把东西给你，杀人交给你，我们俩负责跳。啊，可以去炸人啊，有爆炸床哎、欸。对啊，欸、有床哎、欸。那我要再一次，我要顺过去放。好啊，所以你们只有一个而已啊。求个，我要挖木头，我挖两个。我的天啊！旁边的小孩在拼命大鼓。旁边小孩啊？没有，就隔壁的。你去敲门啊！不要再哭啦！不然我也要哭啦！
给你几个人？几个？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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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啊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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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要出发喽！去吧。哎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对面开始堆了没吗？还没，他们堆另一边。所以会有一个人抢不到任何物资，会有一队。对。哎，巧克力耶！他先到了、哦，他先到了啊！那就是我们这一队没有抢到任何物资，杰瑞要拿到了。哎、欸，杰瑞不够，杰瑞不够、欸。没有，他已经上去拿了、啊。那我去打他。好。那酱油东西给你，我去干杰瑞他们。好、啊。导游，你在干嘛？我想去中间。哦。可是我怕我去中间回不来。Surprise！ 哇哦！哎，帮我看一下团团那个什么巧克力他们有没有动作 ？Surprise！ 帮我一个啊！爆炸床好猛哦！他家好惨哦。Surprise！ 哎、欸，真的可以一打三呢、欸？可以啊，我就别人在别你的时候，你就一个爆炸床。完了，会上瘾。酱油，你后面有人喽！酱油，小雨要来了，你们都起来了吗？跑了！快逃！快逃！小雨不够高来分析一下哈，目前、嗯、你可以分析一下我这棵树会不会烧起来吗？我看哈，不会。好，哇，少一个铁，我 没办法做那个。有铁砖不是吗？没有铁砖啊，只有铁钉，四个铁钉。你要做什么？帽子？我要做盾牌。四个铁锭，铁只要一个啊？五个才行吗？一个啊，一个啊！你要做盾牌，只要一个就好了、啊。你是要做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！你要做铁盾是不是？你是在哈喽？欢迎谁啊？哎，杰、欸、哥，我做一把钻石剑给你了。我做都做铁剑了，我把铁剑给你。啊，那铁剑给我，钻石剑给你，我还可以给经验给你父母哦。我吸个经验呢、啊。一定很硬。硬啊。锋利。只能用锋利。杰克拿去。好。木头，波波来了！哎、欸，有人！哇，抱歉，我跑去看巧克力那一队了。我波波他们，哎、欸，波波报仇啦！我跑去看巧克力那一队了，抱歉。有没有？最后两队厮杀，哎，哎，爆炸床好好玩哦，我也想。我总觉得我今天吃太多巧克力了。怎么了？我已经吃好多条了。天哪、啊，怎么了？怎么做床啊？没办法做，羊毛不够多啊。哇、啊哦，神木哎、欸！哦。哇，超级神木！
他们太安详了。嗯，应该刺激一点。你们读哪一队？巧吧。啊，那我也觉得是蓝队。那都来捡装了，不知道捡到什么。刚好看到金苹果啦。你的钻戒应该不知道有没有被捡走、欸？没看到。那老岩浆，老水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哎、欸，他们的那个做药水，真假的？在酿造？哎、欸，真的嘞！酿造哎，基础药水，你要酿什么？他要酿什么？力量吧，力量或。力量就是等他放东西啊，隐形吗？隐形不是要再加那个吗？夜视再加这个吗？没有，这个再加那个吧，发酵蜘蛛眼还是我忘记了，幽灵之类吧，我有忘了。对、啊，这是夜视啊，药水。然后反过来的话变对吧、啊？隐形药水，他要做隐形药水，他想要。他想要隐身过去放床，是不是？是，搞不好根本玩不到了。这个暴动床怎么感觉会上瘾呢、啊？上瘾、啊，真的会啊！好，念好了。隐形药水，要做好三瓶。好，开喝了。应该是团团在铺路吧？也、欸、没有铺哎、欸，每个人都要隐形过去。他们没有路啊，哦、他们要绕哎、欸，绕一圈。可是、欸、不行，现在有天眼兵，他隐形也没用啊。有小雨啦、啊，哦、欸，对啊，如果小雨没死的话，就能那个了。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打哪里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因为他们也在酿药水。我来看一下。可是我觉得他们来不及吧。力量药水。哇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烈焰粉啊，烈焰粉啊，我刚不就讲。哦，拍死了，拍死了。红石是延长，延长。荧光石是加强。嗯。还在搭。他进隐形了。加三攻击力。哎、欸，他隐形死了，还是看得到啊？对啊，就是观察者看得到呀。我刚刚就讲了啊，小雨是观察者，你是不是不听我讲话？没有啊，我原本以为他们是敌对，还是会看到、啊。要坐船，要坐船了。应该被发现了啦！拿书哎、TNT 没得挡啊，这盘，哎 ，TNT 不行啊，我刚才挡了啊，挡不了、啊。对，挡不住。夸张，好强哦！破！啊！怎样？繁星，你要炸我们杰瑞，来了，把我们的箱子拿光了。哇，你知道他这就是隐形啊，隐形药水啊，有听到声音啊？那来不及了，这么远听得到、哦？他走路有草地声啊？哦哦，我想说你。我想说，你说酿药水那个嘟噜嘟的声音，没有啦，我耳朵真的好强哦，耳朵就太厉害了，太大声了，不愧是夫妻联手，就是不一样了，真的完全没做什么事情就直接，这个结论太奇怪了，这结论不对，太强大了，
我就说我去旁边，你们 play 就好，你们 play。他两个直接 carry 整场啊！哇，没事没事，当我不在就好。先来看一下那隐形药水怎么喝啊？先看啦，金胡萝卜，然后再发酵蜘蛛眼，疙瘩，蜘蛛眼，嗯。你会不会偷偷骗人、嗯？其实说实在，你合出那个尿道台的时候，他会直接给你一本书，他会告诉我。对啊，嗯，现在人很好，我、哦、现在有人很好，他这个地图超好的，地图设计，这个地图不多哟，这地图地图人真好，设计，你人真好，作者是个好人。刚刚是把最后是把谁射下去？我啦，小雨啊，小雨啊，小雨射下去，小雨射下去之后，我们就说，我说先不要射，先不要射，最后我们要看哈基秀一波，哈基超秀一波，哈基秀一波，我就说你们把那谁干掉也没差了哦，我都不行，我们要看哈基秀，哈基秀，哈基秀，厉害厉害，嗯，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开一点特别的。哎呀，嗯，特别什么特别的土炸弹，炸弹这个叫做什么？哎，玩家在挖掘泥土或草地时，会有指定的几率爆炸，不挖了，啊啊啊啊、我要站在那里，我也不晓得他会多炸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个等一下开场那个想要挖土，砰砰砰，自己小心一点啊！觉得害怕，全部都炸死了。会不会开场爆炸，然后开场前三个人直接死，看谁背锅？没有啊，夸张哦！把巧克力挤下去这么快啊！跟哈基一队要小心哦，因为哈基下面会爆炸哦。爆炸！拜拜拜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三个又同样了。哎呀，都同样就要再换，都同样。再换，再换，再换一个。好了，八团又一起哦，哇！哇！年轻，这样子很不合适。年轻，这样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不用爆炸。你想要一定就把我干掉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嘛。是。假喽，假喽。啊，我们要下去对。怎么离开了？再见。有洞，真好。炸弹。我躲错吗？哎，哇！你要下去？我是不合群呢。你要找团团。哇。还要找没有啦，哈基啦，没有，他是说哈基。哎、啊，到、欸、哈基跟团团都分在同一队，怎么这么好、啊？我觉得难过。哈基觉得，哎、欸，你们都有动物，没有不合群。你是身体是动物啊，你跟我们不一样。我这样算，所以你要画一个、啊、加入我们的动物军团。几率10%，哎、欸，那站远一点就好。站远一点挖，你说就是站三格位，然后这样往前挖之类的，试试、啊、看。站远一点，你挖站边边挖一个爆炸，可不知道它爆炸多大、啊，就是不知道啊。对哦，好可怕、哦，就只能等卵石了呢。等卵石，对啊，就等卵石吧。是没错啦。我很怕爆炸，等一下是全部大爆，怎么办啊？我就怕怕的。那我站边边，然后这样。循环模式，超恐怖的、啊，好可怕哦！不敢挖了，想这边没人挖呀。哎、欸，杰瑞被炸了，杰瑞被炸了，杰瑞被炸了。那看起来很危险 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不会是第一个死的了。我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白痴啊！我们这个很炸吗？问题是，可是你看杰瑞都被炸下去了，我不知道啊，很恐怖。我需要干嘛、啊？我只能等那个树苗。我来种树好了。你种树吗？啊，小雨，你把我树苗吸走了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要挖，不然没办法叠去拿东西。哦，你看，要死，用假死。这不大吗？小雨，给你。还好，站三格就不会炸到自己，要炸前面。好，你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对了，谢谢他爆炸给我泥土。哦，我不敢挖，我真的不敢挖。没有，你就站边边，然后往前两格挖。繁星仙在旁边。什么繁星仙？怎样？你要干嘛？我不能干嘛？
好可怕啊！我现在中暑了，反正我有他们的鞭炮。垃圾车来了！给我拿走了，我拿走了，吞吞吞吞吞吞吞。反正想干嘛？反正想做。他有回来吗？没有，好，没有，没事，我东西拿回来。抢到了。对，我抢到了。等哦，哎呦，你被这树吓死。哎，我要做个楼梯。